这几年来我们其实都做得非常的不好，我相信大家也知道，这几个事件呢都是我引起的，完全是我的错，跟任何人没有关系。我今天觉得我最幸运的是我让我原谅我，我老婆忍受很多女人都没办法忍受她的一种报复，还有原谅我，告诉我她不懂得怎么面对媒体，所以我希望这次最后一次我们跟媒体讲话，请大家给我们一个机会。大家好，我不是艺人，所以我不会面对，不懂得面对这样的场面，我只能够讲一句话，因为我爱志强，我爱这段婚姻，我爱我的家庭，我已经被受伤害了，请你们饶了我。我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需要你们的支持和祝福。I really need your blessing。谢谢你们。发生发脾气的。